把门关上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我不想听见废话。你看你，你那天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心里应该舒坦了呀，对吧？不是说签合同吗？怎么又是骗人的？合同肯定是要签，但是呢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见我都这么无情，对吧？你哪怕是见到一个老朋友，谁是你老朋友？不是老朋友，是初恋情人，需要。哎，得了吧，你赶紧说重点。我就是想问你，当时为什么跟我分手了？过去这么多年的破事儿，有说的必要吗？你是觉得没有说的必要啊，还是你心里有鬼啊？左阳，当年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开了，一走就是那么多年，连个信息都不回。你说你要是心里没鬼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啊？哎，得了吧，我看你没什么正经事儿。你就是怎么听？出去，当年咱俩那么好，合同你不想签了吗？你看你不是什么时候可以用上？爸爸，谁是你爸爸呀？那你拉着我妈妈干嘛？那谁是你妈妈呀？他，那我可能还真是你爸爸。有病！我就想问一个问题。如果他不是我儿子，为什么一见面就管我叫爸爸？而且刚才我粗略的算了一下，很有可能你在跟我分手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。算挺快啊。所以啊，说说吧，当时为什么坚决跟我分手，然后还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儿子养大？他不是你儿子。不可能。你看，他的鼻子、眼睛、眉毛、耳朵，从哪一点不是像我好英俊的模子上刻出来的？ 好像确实不太像。知道就好。左右，送客。哎，爸爸不是客人，爸爸是你最亲最爱的人。给你三秒钟，别墨迹，不然我报警了啊！儿子，帮爸爸说两句话呀！你不能对爸爸这么狠心的，儿子！不好意思。嗯，我妈妈不想让你当我爸爸。好。嗯啊，儿子，等我。 左瑶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是会回来的，不是？烦死了！看什么看？写作业去。哎，看来追妻路漫漫呐。左瑶，等我做完亲子鉴定，看你还怎么嘴硬，嗯？ 还好我儿子的基因优质，发量惊人。这点头发要是从我头上丢的，那可就太明显了。儿子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等着。